好，我们来玩这个 The Joy of Creation Story Mode， 它就是类似于一种剧情的模式啊。我一直就是点这个 Play， 就是怎么点都没有用。哎，到后来是怎么好的呢？就是我点一下这个选关的这个门，你知道吧？点一下这个门，然后就有一个音乐出来，我就可以点这个 Play 了 ，Action。Hello， 你在我家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我在你家干什么？我才玩游戏。Excuse me, sir. Can you tell me your name? Look, man. If you won't talk, I'm calling the police. You can't just barge into someone. 这个剧情我之前看过，就是说这家里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也就是说我们好像有一种灵能力一样，保护一个小孩子啊。我们来跳过一下。然后现在我们是到了小孩子的屋子里面，是一个婴儿。OK， 现在跟我们对话的应该就是刚才出现在我家的那个陌生人。我们现在作为呢，就是一个婴儿，他告诉我们一些讯息啊，是夜晚的时候会有很多怪物来我这里面，然后呢，窗户这边会有怪物。然后门的那边会有怪物，右边的这扇大门呢也会有怪物。然后他告诉我如何去躲避这些怪物。窗户这边来怪物的话，就是把这个窗帘给它拉上，然后直到它消失为止。这个好像得猜测，如果说它没有消失，你把这个窗帘你中途拉开，你可能就跪掉了。前面这个门的话，你必须把灯关掉，然后坐下。这个的话，你只要把灯右边的门只要把灯关掉就好，那个怪物就不会进来。然后还有一个，这是三个怪物，还有一个怪物会进来你的房子里看你。这个时候你必须装睡，你可以这样闭目养神装睡哦，这个样子。然后要装睡很长时间。好，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开始了，我把它的语音关掉了。现在的话是非常的安全的。这后面有个海豹，三兄弟啊，四个怪物，这咋躲呀？现在的话感觉并没有什么，那挂感觉很普通，普通的 disco， 我们普通的摇，我是一个小宝宝，小宝宝需要关爱，干嘛？什么声？我听到有咚咚的声音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！你们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一个大熊的那熊的玩具的那种感觉。哎呦，看到他眼睛了吗？走了吗？哦，走了。就只有窗户这边来怪物吗？我感觉这两个门也会出事啊。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第四个怪物，我觉得是最难躲的，因为那第四个怪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来了。这三个其实还挺简单的。你要知道小时候啊，经常听奶奶讲一个故事啊，叫狼来了的。你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吗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一直……哦，我的天哪，来人了！完了，我得把灯关。我应该把灯关掉，但是他们两个怪物同时出现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能说既照顾窗台那边，又照顾开门那个呀。重来。Hello。我们就是只要挺到早上六点就可以，现在是晚上凌晨，挺到六点就可以，还是一样的套路，就是要等到六点钟，相信自己。就可以过关的啊！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就这个经常跟我们讲狼来了的故事啊。那么接下来呀，来跟你们讲一讲什么是狗腿子啊。都知道这个，你们知道狗为什么上厕所要抬一只腿吗？哎，我也非常不理解啊。但是啊，就听过
一些传说啊，什么传说呢？就说古时候啊，有一个人他受了刑罚，受了什么刑罚呢？就是他要被砍腿啊，他有点太可怜了，那给他接上一条腿吧，啊，给他接上了一个狗的腿。Oh shit， 我应该把灯开开，啊。哦，你好呀，窗帘大怪物，我一直搞不懂这个玩具熊系列所有的那些怪物的名字，什么狐狸呀，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，我看他们长得都像熊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哦，是下雨声打击玻璃上的声音，我不怕。它这个灯也很主要，这个灯是减轻我们恐惧的，我们恐惧了会有副作用，会有副效果啊。这个狗的腿安到人身上，狗没腿了该怎么办呢？啊，他就给狗啊安上了一个用水泥啊水和土做的一个腿假腿。然后这个狗啊，他把自己的腿尿化了啊，他就得抬腿尿尿啊，抬腿尿尿。Come on, Freddy， 还是什么的，哎 ，Chica 啊，各种的那，哎，你好呀，大熊 ，Hello， 你的大脸盘子比我想象的要大，知道吗？我是你的 fan， 哦，忘关灯了。你好呀，你好呀，你在看着我吗 ？Hello， 你是给我送快递的吗？哎呦，关上门了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看到没有，我们现在很顺利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凌晨一点。哎，还有五个小时而已嘛。这个叶子长得好像熊的那个身体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，这个必须得坐下，就是刚才那个吓我那货。Hello， 你的嘴是红色的，你是吃西红柿了吗？快开灯，无论如何快开灯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。同时来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是很慌的，怎么 ？What the fuck！ 哇，你们两个一起来？哎，不对，只开了一扇门。他这个门开的声音是嗡，比较慢的那种。喂，喂，装睡，装睡！哇，你看到没有？那第四个怪物就在我面前，我刚才暂停了一下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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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没有？你们刚才一定看到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那是狐狸吗？你们怎么看出那是狐狸的？感谢社会营送的猪队友，为什么要叫社会营呢？哇，吓死我了！刚才那第四个怪物直接就在我的那个附近了。嗨，哎，哎呦，我不能转移视角，我必须一直关这个窗帘，然后等待大约。啊！哎，没死没死，但是我们现在是非常恐惧，我们现在是非常恐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，我的妈呀，关灯，小伙子，关灯，关灯。哎呦呦，这个地 ，Lady 又来了，刚才就是关那个窗帘，没有顾及到后面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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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他没有走，他没有走，我现在屏幕是晃的，我现在屏幕是晃的。很不妙哦！几点了？几点了？三点。就是刚才这货，看到没有？就刚才这货，我们站起来看看他。完了，现在我吓得已经看不清他的脸了。他那开门声音特别细，然后雷声，知道吗？刚才有雷声和或者雨声。哎呦，狐狸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，睡一觉会过去的，睡一觉会过去的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完了，我怎么变得这么恐惧了？开灯，我都看不见很多东西了。现在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我心脏在不停跳。Would you please now to 跳了吗，少年？不要怕呀，别跳了好吗？我的心脏。
这熊又来了，太烦人了。你的大脸盘子比我想象的要大。哎，关的真时候。哇塞，他们两个，我不知道那个痛痛声是怎么来的，但是我现在很害怕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开灯。几点了？四点了，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就过关了。请住啊，狐狸呢？狐狸在哪儿？哦，我的妈呀！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！哦，这是幻觉，这是幻觉。哦，幻觉。哦呦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把音量调大一点。哦 ，no。No！你是幻觉，这个窗户怎么？窗户怎么？啊！啊！这窗户是不是这只熊啊？窗户这只熊搞的我，我以为它没进来呢。Freddy，come up。Baby，Ready，come on，baby，Ready，come on，baby。我最讨厌就是窗户这家伙，门的好对付。跟我一起欣赏夜晚的美景如何呀，小熊？关上吧，把灯开开，关上吧。Oh，shit！ 两个一起来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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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，开门灯。哇，进来了。Oh，no！ 这只熊进来了。Come on！你们能认出来哪个是哪个吗？这个右边这个门的是谁呀？绿脸的，前面那个是红嘴，然后过来看我睡觉的那个狐狸妈妈。是吗？狐狸妈妈，那我是谁呢？我家的大人都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竟然是被一个陌生人所指导吗？我一直都没有太理解啊，历届什么玩具熊的一些剧情我都从来不了解的，包括这个熊叫什么名字，我就记住了一个 Freddy， 右边的是鸭子 Doga。 嗨 Freddy， 他是 Freddy 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就是我。这个样子就没事，因为我是站着的，我灯是闭的，但是我可以照顾着这个前面窗户的这个怪物，所以说我现在什么事都没有。哇，他还在窗户那儿。现在我婴儿床前面他开门，我这边我得用窗帘护着，我能怎么办？一个可怜的孩子被四个怪物围剿啊。为什么我家的海报要贴这个呢？你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剧情，我为什么我家的海报要贴这个？难道说我的爸爸妈妈也是这个《玩具熊午夜后宫》这个游戏的粉丝吗？所以说他买了一张这样的海报，然后他们的孩子受到了这些玩具熊的攻击。哦，鸭子，那边是鸭子，这边是兔子。难道说前面那个是兔子吗？抱走我的是狐狸？哇，真的搞不清你们长得都是一个熊样嘛。搞了半天你们肯定都是一个玩具厂商制作出来的。那个咚咚声是什么声啊？像敲玻璃一样，啪啪啪。小鸡奇卡，兔子帮你。哦 Soga， 那右边那个是应该是小鸡奇卡。奇卡奇卡，哎呦呦，那这个是 Freddy 吧。Hello， 哦耶，一点了，一点了，很轻松。哦，他这个门只敲不开，咚咚声是从这里发出来的。哎呦呦，切卡，切卡，你还好吗？切卡，你去肯德基当饲料了吗？切卡，
这个你别走啊，我们聊天。我，哇，两个门同时出来了，这个，这个你跟你的好朋友可以跟你的好朋友说一下，赶紧走吗？应该走了。哇，我这一波攻击躲得溜，两点了，好轻松嘛！我都跟你讲，这种游戏，还玩具熊，垃圾，哎。高端玩家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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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这个是谁？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？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我天，他还帮我把灯关了，你真热心啊！谢谢你，真热心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，大熊？你想要吃我的小丁丁吗？哦。哇！哦 ，Chica 又是你 ，Chica Chic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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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ca， 几点了？几点了？两点，两点，怎么还不到三点？敲三下门，泥帮会来。哦，谢谢你的这个提示，敲三下门是吧 ？Thank you very much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哦，两下，关键。哎，哦，这个奇卡没关系，你站起来都没关系的，你只要不动就行。你好呀，奇卡，长得一个尖嘴猴腮，难不成你还是孙悟空？一个毛脸雷公啊！来，我这边走，开灯，又来了，不愿意跟你玩。哎呦我去！好哦，这么玩，这么玩，这么玩。我会了，他们两个同时的时候要一个一个处理，不着急，多关一会儿。你看到没有，就是这么一个玩法，非常强。几点了？三点。你看我们先稳稳的，我觉得我离通关不远了。切卡切卡，哎，完了完了，我现在好像有了恐惧病。哦哦，有有有有，快起来快起！狐狸妈妈来了，睡觉。狐狸妈妈来了，关键那个窗帘上的熊怎么办呢？赢不了啊！啊！我们有点剩饭剩菜，你可以滚了，再见。不见。哎呦呦 ，Chica Chica， I'm sorry， I'm sorry， 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，你走行吗？你怎么两扇门都开了？好吧，你可能一直就开两扇门。哎呦 ，Chica 就在我身后。哦，哇，这个时间刚刚好，这个时间刚刚好，你知道吗？哇。几点了？哎，两点了。刚才那个时间太险了。我听到三声敲门，然后那个人来了。灯可以恢复理智，我一直开灯呢，还是不恢复，一直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哦，我的妈呀！四点了，熬过去啊！哎呦！哇哇哇 ！No！我看不清门是否开着了。我现在一直在颤抖，我在害怕着什么？别害怕好吗？我保护你。我，有我保护你呢，我是玩家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。怎么还是四点呢？有病吧？我一直开灯呢。No， 振作起来。耳鸣了，这个很不好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
完了，我们先回头就会死。哟，几点了？还是五点，马上就过了。Boy， hey， calm down。通关了。